老爸，别叫我爸，叫我爸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放了那女孩，有事冲着我来。放开那个女孩，这个是绑架，把她交出来。郎尼和颜如玉。啊，行吧，家里也都认得出来。<笑>家里需要我，你应该知道，他是不可能会放弃厨师这份工作的。<笑>